玩这款游戏炮塔防御之王，直接就开始啦。布一台，教程进行中，左方这边有加速啦，点二倍速好了，那跑快一点。视角部分哦，没办法调整啊。哔哔哔哔哔哔，哦，二倍速还可以啊，这个速度。这还有什么啊？设定，好像也没什么地方啦。好啦。好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了。刚不小心按错了。哎，有三倍速哎。哦，三倍速哦。啾啾啾啾啾啾啾。哦，很快哦，很快哦。下一波。黄色哎，需要更多的炮塔。变大台了。我可以建一个在下面吧，我点的这个位置啊，还保交层哦。这里还有什么？传送，还可以把它传回基地诶。然后这里有击碎，用工具击碎树木。哦，这就是移动的意思啊。意义在哪里？试问一下，意义在哪里呀？有事呢？还要教程也很久哎，我现在什么时候没办法做？这里。哦，集体晕眩，他每个能力都要叫一下。哇，他这个炮，哦，高射炮，他连树木都能打到诶。第八波。另外一种能力，最后了啊，英雄能力哦，看不出来啊，有什么能力？射的方式不太一样而已啊。哦，还可以摧毁啊，树木，没事你就点树木进行摧毁啊。啊，教程完成了，那你直接建炮塔就好了啊，那么麻烦，你看，我刚刚都知道要怎么做了，然后这里啊。我们设这个地方好了，把它设爆，爆了，再建一座，就这样子就行了嘛，是不是？你看，这样子不是更简单直接？升一下，没了，没金币了。第十一波，三倍速度，感觉速度变慢了。十二波，哦，可以集体射击耶。然后我们叠这个走道啊，可以释放地雷，或者是让它传回起点。哎，靠背，看，在我得意的时候，他竟然给我搞这种小动作，强化。都解锁了啊，好凶哦！会发生什么事？哦，这边可以提高的啦，全部拉伤害啊！商店，字很小，这好像适合用模拟器玩的吧？啊，第二波，这样吧。三倍，
这个是不是可以把它移动一下？哎，有广告，看广告给你哦，那不用了。我这一台怎么没有动静了？这样子好了，没事的话设一下其他地方好了。石头比较蓝色，增益效果哎，10金币额外加成。哦，看广告，打不过就要看广告了。它无法完全靠近你。视角可以这样子选择啊，更近一点的。集体洗澡，好不好？还是要多少金币啊？有了，再一台，哎，这台卖掉了啦。这样子，是，我当然用黑洞把它传回去就好了。10倍伤害耶，还敢靠近吗？这里还想要放一台，他无法靠近呢。啊，地雷放一下，好凶哦。这白台，哎，靠北，好了，本次影片就到这里，大家拜。